湖人和洛尔邓达成买断协议。据 VOY 报道，洛尔邓在买断协议中放弃了$750万，帮助湖人在2019年夏天清理出3820万的薪金空间。邓在2016年和湖人签下4年7200万合同，买断后湖人还需要支付给他2900万合同。由于湖人故意在9月1日才对其买断，8月31日是新赛季合同延期支付的截止日，因此2018-19赛季的1430万合同原合同1800万减去邓放弃薪水的 49%， 将按原计划一年支付。而2019-20赛季的1500万元合同内1880万将分延期三年支付，每个赛季算入湖人薪金的部分为$499万。如果湖人等到明年夏天才调洛尔邓，每年需要支付给他$627万。2019年夏天，杜兰特、贾巴伊、莱昂纳德、克雷·汤普森、吉米·巴特勒、凯里·欧文等人都将进入自由市场。2019-20赛季的预计顶薪为2730万，0-6年球龄3270万，7-9年球龄3820万，10年球龄加。